脚不一样的速度，你怎么能连续骑啊？是不是啊？走完这一段的，走完这段你这提速后面是不是连击啊？啊，你灵不灵机啊？我这速度只能一条快嘛，后面速度多。太小了不要太慢，太小太慢会着起来。哎呀，产品太小，你这么高温度在里面时间久要着起来。着火吗？那等一下，四个小的一起。把螺丝带都撑这样了，感觉蛮好的，现在就是这个气量。那你要不就把天气买了？